小迪，你在哪儿？小大位置给你5分钟，再不来老大就是他了。等等，我今天还有其他事。不行，还没分出胜负。今天不把你打趴下，你是不会让我走了。那你放马过来。哎，行了行了。哎，艾玛，你上去。我给你看，你过来这边。喂，哎，关小迪到底来不来啊？时间到了吗？快了。快了就是还没到。反正你都是输，再等一会儿怕什么？哎，我说你们女孩一天就是自拍拍照，这多无聊啊！我们的世界你哪儿懂啊？哎，待会儿我发朋友圈，你记得点赞啊！不好意思，时间到了。再等一会儿呗，马上，马上就到了啊！过时不候。小迪电话。喂，小迪，你到哪儿了？我还在 AK， 完事了，马上我就过去了。你快点，我这坚持不了多长时间。大概15分钟吧。啊不，给我10分钟就够了。让梁大卫给我等着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哎，怎么样啊？马上就到。再等一会儿吧，小迪马上就到。好，那我就破次例，再多给他3分钟。3分钟之后。他如果再不来的话，青春联盟的老大就是我。哼，休想！钥匙给我。干嘛？要不是因为你的话，我能耽误这么长时间吗？快点。还没分出输赢，什么时候再比？等我赢了，梁大卫再说吧。钥匙。